大家好，我是李子。因为阮即组要做一个台语的网站，所以阮迄组的人有闲讲，为着要证明阮迄组毋是所有人拢袂晓讲台语，搁要用台语来报告。网站已经铺差不多半冬啊吼，今仔日上主要的工课就是已经把每一个页面吼，每一个功能，阮逐条审查拢有通过啊，所以今仔日做一个报告。因为即摆吼，因为阮一直拢希望真，大家会当来讲台语，不过要讲台语的时阵，常常知影这个物件，不过唔知影台语要安怎讲吼。啊，教育部伊有一个台语书店，不过教育部这个台语书店，因为伊是官方去编的，所以伊有一寡官方的规格。咱一般人，比如讲我袂晓写台语字，还是讲我袂晓用台语的音标，我都我都来去查。另外就是讲教育部的书店，伊的参考资料已经足旧啊吼，所以一寡新的物件吼，咱都查袂到吼。啊，因为安尼咧，所以因为较早我是这个教育部迄个书店的维护的人员，我一直咧想讲。因为本身嘛是一个乡民啦吼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应该爱有一个网站是互乡民来用的台语的网站，安尼，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想法。啊，加在真侪人甲咱斗相共吼。啊，简单讲就是安尼，比如讲我即马，我要查讲水母，明仔要讲水母台语明仔要讲吼，咱毋知影吼。假如讲咱即马甲水母拍伫咧遮啦吼，拍落了后吼，我甲饲落台语怎样讲？哦，他就会看到来，咱就看到这个，伊就甲你讲。水母头一个讲法叫做“提”吼，啊，伊的花季就是水母，啊，毛人讲海蜇皮吼，啊，你若是感觉讲这个讲法袂歹，我就会当饲安尼讲好，啊，我若是感觉那无好，我就饲安尼讲无好。我可能有若想讲是安怎，提是啥物物件，我若毋捌听过，啊，是讲我想要针对这个提提供例句，吼，比如讲这个提，对伫个现代生活中要安用，比如讲咱遮有一盘提，你要食无？敢会使安尼讲？敢会使安尼讲？会使咧，真正哦，花季有分水母甲海蜇皮，台语无分吼。都只凹讲，我们的前菜是一盘水母。好，好，所以我要针对这个题来做讨论的时阵，我就起这个讨论吼。啊，讨论来遮，你会当写例句，吼，你咪会当对这个针对这个讲法提出你的疑问，安尼吼。好，啊，若准讲。有当时啊，可能吼，因为咱真侪，即摆就是真侪物件，大家毋知要安怎讲嘛，所以有可能你查落来了后吼，无人会晓讲，吼，无人会晓讲，啊，无人会晓讲，我就爱安怎，我就爱问啊，有人会晓讲无，所以才有一个求方法，互你去试吼。啊，无人会晓讲的时阵吼，另外一种情形就是，这哪会无人会晓讲，我会晓讲啊，吼，来，我就是没有人，我来讲。翻译的方法提供给这个网站，啊，提供的方式有三种吼，因为你会当写台语的汉字，不过唔真侪人袂晓写台语汉字嘛，无要紧，你嘛会晓写台语音标，啊，袂晓写台语汉字就一定袂晓写台语音标，这一定的，所以不要紧，你嘛会使直接用线顶的录音，吼，你就直接讲，我感觉应该叫做啥物。录音录了以后咧吼，我咧做一个真厉害的这个正规化的团队。这个团队要做啥？我就是甲恁黑白写的字吼，啊，也是讲甲恁的录音转做这个教育部标准的台语用字吼，啊，然后再甲伊显示出来。啊，你后界人若问同款的问题的时阵，后一个查的人伊就查会到啊吼。所以查会到了后吼，就是讲点这个画面遮吼，你就会当看到讲，大家提供的讲法啊，投票的迄落投票数较悬的放伫个头前，票数较少的放伫个后边安尼吼。好，啊有的人吼，伊就是台语的专家嘛，真厉害吼。啊，平常时啊来遮，伊想要知影讲，大家都有啥物事，要搁有人袂晓的吼，所以伊就当来遮看，伊当家己见讲。我遮是甲用喇叭的方式，比如讲，即摆遮有啥物事是人袂晓的，啊，我会晓，我真够，我就来讲，我就甲大家讲，好好。所以讲，这个网站需要真侪人来斗相共。啊，除了查以外，我嘛会提供一个每日一句、每日一词啊，吼，就是时间有声音、有画面。啊，你若是想要学台语的人，你就逐天来这个网站佚佗一下、坐一下、看一下，你就逐天学一句吼，啊，一等了，你就变做台语专家。所以这个网站，若准即摆前端、后端拢总做好了后吼，我就开放予大家试用。试用的时阵，就是对台语有兴趣的人，我来拜托大家来斗相共，提供方法，
吼，你知你凊彩写无要紧，因为阮有专家会当甲你转做正确个台语字，啊，着大家尽量提供方法，发挥你个创意，吼，啊，甲所有个物件拢会使用台语来讲，吼，所以这就是爱台语个这个网站主要个这个特点。啊，感谢主持网友，主持网友，